巡署在高雄市区盘查到有一个是多项毒品前科的毒虫，毒虫一看到警察啊，车子一丢人就跑了。警方对空鸣枪沿路狂追300多公尺，这个毒虫一边跑一边把这个毒品啊沿路在那边丢，跑了300多公尺，实在体力不支了才倒地就擒。被远警压在地上的男子就是绰号冰仔的林姓毒虫，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趴在地上一脸狼狈。一包一包指认掉在地上的毒品，嫌犯和远警当街追逐300多公尺，跑得精疲力尽。警方表示，嫌犯在市区准备进行毒品交易，见海巡署人员盘查，心虚逃逸，车子被撞烂还不死心，拔腿就跑，一面跑还把身上的毒品沿路乱丢。林姓嫌犯他是一个长期以贩卖 K 他命跟摇头丸的一个毒贩。那我们在查缉的过程当中，这个林姓嫌犯企图用驾车冲撞我们海巡人员。警方在车上找到贩毒得来的20多万元现金，也在毒虫家中找到重达1.42公斤的 K 他命跟少量摇头丸。这是放正，夹链带，对，咖啡包，我怀疑里面一样是毒品啊。哦，这回去我们再打开来检验。趁警方当街上演警匪追逐，嫌犯异想天开，以为把毒品丢掉就没事，让警方啼笑皆非。中央新闻梁家文、黄佩如高雄报道。